所以姑娘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南方车人聚会真的浪漫的要命。我的妈呀，太好看了吧！Oh my god！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快点去李佳琦的直播间来买电影票，再不买票就毛了。富哥，你要不要教我说句上海爱我？侬确定能学上海话？上海话老难讲，侬晓得吧？语速老快，侬晓得吧？侬确定能学会吧？帮帮忙！算了吧，侬不要学了。我刚刚误会我没好。第一个闯的。哎，你惹到我他们了。骂嘛，让人出窗板了。你敢骂？怎么了？我收了工以后呢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大家请看我的头发，像一个鸟窝。然后今天拍了很多很多说话的戏，说的我口干舌燥。